我去，我徒弟袖里都是宝。来，走，横踢，走。你这踢的什么？你能不能认真踢？你这么凶干什么？你凭什么凶？我凭什么？就凭我是教练。那我也想当。你凭什么当啊你？我凭这个。这个行，这个行。但是只能当五分钟啊。五分钟足够了。来，把脚打给我，你踢。行行行，教练。八成。凭什么大劲儿？哎呦我的妈！还有是不是？教练，这我正常踢呀、啊。大劲儿还不行，哈！小劲儿呢？我不能使点劲吗？没吃饭是吗？你刚不说小点劲儿吗？我是教练，我做饭，那怕啥？我太难了。我点。等会儿，一会儿时间就到了。有什么呢？你，你再让我趴一会儿呗，教练。我再趴一会儿。趴。教练，你看我趴的行吗？趴的还行吧，不错，起来吧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。给，这是干嘛？这是，这是给你，但是你得配合我做一个动作。没问题，做什么动作都行，没事儿。你想怎么做？叼这根棒棒糖。叼着呀。啊。来吧，教练。教练，你行吗？教练。接好了，我不知道我行不行。我的妈，你可别开玩笑啊，教练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别动呀！不，教练，我真有点害怕啊，教练。行行行，我去，教练你挺厉害呀、啊！我厉害吧？学着点儿。嗯，马上就到时间了。你给我下课。